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楚玉，欢迎各位。在这个充满力量感的炎炎夏日，万物欣欣向荣，而天猫精灵同样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今天我们共同相聚在阿里巴巴北京新园区，共同见证天猫精灵旗下高端新品牌与新品的盛大发布。在此，我谨代表天猫精灵团队对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和关注我们的每一位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正是因为各位的信赖和期待，也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位的支持和陪伴，天猫精灵才得以不断的成长和壮大。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场合，接下来就让我们直奔主题，率先感受这份即将改变生活的惊喜。让我们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共同有请天猫精灵市场部总监严斌为我们深入解读天猫精灵高端新品牌的魅力和奥秘。掌声有请。嗨，大家好啊！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天猫精灵的北京发布会现场，我是天猫精灵的市场总监严斌，大家也可以叫我的花名曼城。那大家都知道啊，天猫精灵作为一个引领智能交互和智能生活的先驱品牌，不断的突破与创新。目前我们天猫精灵已累计拥有超过6300万用户，也服务了近3500万个家庭，持续传递着温暖与关怀。在今年的5月23日杭州品鉴会期间，我们不仅换新了天猫精灵的 logo 和 slogan 我在你说，也官宣了周深成为我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同时带来了主打音质好上天的天空音音箱天猫精灵 X6。 首销期间也正值618，我们的 X6 也登顶天猫智能音箱榜单第一的位置。谢谢。这些销量的背后啊，离不开一直相信并陪伴我们的用户。用户选择了我们，我们也会带着这份相信去努力实现我们的承诺，那就是让生活更便捷，让快乐更简单。这同样也是我们天猫精灵的使命。在这7年服务用户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哎，存在一群始终紧随智能化浪潮的品质生活家，他们对于美学和声学都很有追求，也期待着自己更加个性化的需求被满足。因此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天猫精灵原有的简单快乐的使命，而是希望帮他们去实现更丰富更多元的生活体验。就在今天，源于天猫精灵定位高端更懂品质生活的新品牌 WOW 惊喜诞生。有人会问啊，那为什么叫 WOW 呢？我们觉得它是全球通用的感叹词，代表着超越国界的惊喜。那除此以外，小心思啊，我们 WOW 也是天猫精灵团队对于我们新品牌旗下产品的期望。我们希望每当很 WOW 的新物种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都能为我们的用户的生活体验带来由简单快乐到深度满足的惊喜感。那么接下来我将播放一个视频短片啊，详细的来展示一下我们 WOW 的全新品牌理念。哇！当思绪放空，愉悦占据整个大脑，快乐擦出了火花，灵感碰撞出彩虹，惊喜变有了形状。每一个璀璨的瞬间都值得我们为之欢呼。
猫精灵旗下高端品牌。啊，我们的品牌理念的视频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美好啊，也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工作日的环境下，给大家一些更好的输入。那通过刚才的视频啊，我们有看到说，WOW 的新 logo 在不同场景下的一个演绎。那我们的 logo 设计寓意着智能科技的耀眼光芒，也象征着 AI 创新的力量。我们期待给大家带来更多令人惊叹的艺术享受和生活变革。自周深代言天猫精灵以来，收到好多粉丝的后台留言，说：哎，你们选择让周深代言智能音箱，这么好的创意，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天猫精灵想说，虽迟但到。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也在这里正式宣布，作为天猫精灵旗下定位高端的品牌 WOW 也将由我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周深亲情演绎 WOW 生活随身而来。真的很 WOW 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地铁和商圈，偶遇 WOW， 偶遇周深，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快乐，把我们的新品牌 WOW 推进大家的生活里，好不好？好。 OK， 那我们 WOW 品牌下面推出的这个产品究竟是什么样的惊喜呢？接下来的介绍环节，我们掌声有请最懂 WOW 生活的时尚大女主天猫精灵产品经理垂希。好，谢谢曼城的介绍啊！大家好，我是天猫精灵产品经理垂希。那今天非常高兴呢，和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们新品牌 WOW 的面世。那么让我更加高兴的是，今天将为大家带来 WOW 的首款新品。那大家应该常常会用 WOW 来表达不期而遇的惊喜感啊，比如突然遇到喜欢已久的明星啊，比如碰巧看到美不胜收的风景，见证了一场超预期的精彩比赛啊，还有找到了一款刚巧适合自己的好产品。所以呢，我们就倾心倾力地打造了这样一款产品，在带给你惊喜感的同时，帮你找回你自己最舒适的生活节奏，最终呢成为懂你的生活搭子。那么这款重磅产品就是 WOW 闺蜜机。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们的闺蜜机还怪好看的？那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设计。那产品的整体的造型，我们大家看过去啊，有一种婉约之姿，典雅之美。那我们再接着往里看一些啊，机身四周的耳角造型非常的圆润。那是因为呢，我们的设计师贴心的考虑到大家居家的使用环境，所以呢，将更安全、更友好、更包容的设计思路融入其中。那我们机身背部呢，采用了独有的 Unibody 一体式的设计，我们将后壳和中框一举合而为一啊。虽然在整机的架构上还有工艺上确实会更加复杂一点，但是呢，好处也是一目了然，我们减少了不必要的拼接。那在视觉的轮廓上，大家可以看到线条非常的流畅，而且呢，在结构上产品的强度和稳定性也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另外呢，我们还能带来最舒适的触感，所以呢，这是一款内外兼修的设计理念。我们再来看看颜色。那整个闺蜜机呢，整体的机身我们采用了云小白作为产品的主色调，在白色中增加了一点点暖色啊，就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啊洒在云朵上，非常的有生命力的感觉。那同时呢，我们也将晨曦金作为金属片材的色泽，它呢会随着一天中光影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啊，非常的好看，低调而不失高雅。那我们都知道
更大的屏幕观影追剧一定是更过瘾的，但是屏幕大了，边框就需要跟着大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呢，我们就带来了行业的极窄边框和最高屏占比，并且呢，在16:9的黄金比例加持下，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屏幕观感可以让你立刻沉浸其中，这就是我们追求极致边框的原动力所在。啊，我们的产品底盘下设计了5个自如灵活的万向轮，它呢能够在各个方向自由的旋转移动，啊，就像是一个快乐的使者，走到哪里推到哪里，哪里呢就充满了快乐。另外呢，我们的产品也支持升降杆的20厘米的高度调节，还有下俯角的20度调节和上仰角的25度调节，当然还有更加适合我们横竖屏观看的90度旋转。所以呢，无论你是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甚至斜着看啊，任何角度合你心意。那既然呢是家里的生活搭子，我们的闺蜜机呢就得在不同的场景下充分散发它的魅力，所以呢我们也将它摆放在家庭的各个区域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摆在了客厅，摆在了卧室，摆在了餐厅啊，感觉还不错吧。那 WOW 闺蜜机呢是适合家庭的多种场景以及各种的装修风格，所以呢整体的感觉会觉得啊，美观又百搭，舒服又耐看。今天的现场啊，是号称为感官盛宴打造的 IMAX 厅，巨大的荧幕，四面八方传来的音效，仿佛呢是要把我们装进电影里的世界。我想呢，这才是无与伦比的沉浸观影体验。那追求极致的沉浸感，始终是娱乐体验的终极目标之一。因此，我们的 WOW 闺蜜机不仅好看、好推、好用，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视听双绝、如临其境的沉浸观影体验。我们提供了行业当前最高规格的 4K 屏幕，那相比行业常规的 1080p 呢，它的像素点会足足增加了4倍之多。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同样的显示尺寸下，屏幕上的图像呢会更加的清晰啊，无论远近，屏幕呢图像上都会保持更加高质量的观感，淋漓尽致的细腻。哎，我们来看一组画面啊，非常的有意思。画面上呢是一只非常有喜感的小青蛙啊，左边呢是我们有上 1080p 呈现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呢，就是小青蛙的皮肤纹理比较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细节。那右边呢是我们 WOW 闺蜜机 4K 超清分辨率带来的结果啊，我们可以看呢啊，皮肤的纹理还有沟壑都非常的清晰，你甚至呢还能看到小青蛙眼中微小的反光，而这些细节都会让画面更具真实感。除了让画面更加具有真实感，当然了，原色的显示体验也少不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会带来出厂前经过了12道工序逐片调校，确保每一块屏幕的颜色趋于一致的原色屏。另外呢，我们提供了最高400尼特的亮度啊，我们支持 DCI-P3 的高色域以及 10.7 亿色。我们做到了呢更加真实的原色显示体验，让电影的画面呢色彩更丰富，过渡更自然。另外呢，为了更加舒适的屏幕观感，我们呢还搭载了环境光传感器，它不仅呢支持亮度的自动调节，同时呢也会支持色温的自动调节。比如白天你想躺在阳台的小藤椅上看电影，或者夜晚呢躺在床上追剧，屏幕呢都将自动的调节到更加舒适的明亮度和色温显示。除了显示的硬件底子好，其实呢内部的软件算法调校呢一样也少不了。这次呢我们推出了精灵原画 AI 视效增强的产品能力。那有些朋友会问了，什么是 AI 视效增强呢？简单的来说呀，我们对画面中暗处的场景进行了亮度的增强处理，让画面呢在亮度和对比度之间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同时呢，我们通过统计原生图像的特征和信息进行智能的深度学习，对低分辨率的内容进行了信息的恢复和细节的补充，这样呢会让高分辨率的图像从而生成。那当然了，在生活过程中，当你拿到哇闺蜜机的时候，你只要对它说，天猫精灵，我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即可打开 AI 视效增强的能力。那它打开后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这个呢就是我们 AI 视效带来的超能力，大家觉得惊艳吗？对，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呢也同样关注大家的用眼健康还有护眼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的闺蜜机提供了多重的护眼能力。我们从底层的低蓝光灯珠到 AG 的防眩光涂层，再到 DC 的直流调光，以及软件的双重护眼模式啊，再配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自适应的环境光的调节，所以呢是全方位的在守护您的用眼健康。当然了，我们也这些多重的护眼能力和最终的效果也得到了德国莱茵的专业护眼认证，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在深度的观影体验中，音效和视效是相辅相成的。音效呢可以加强视效营造出来的氛围和情绪，所以呢在 WOW 闺蜜机的音效方面我们更是精益求精。今天呢将会为大家首发闺蜜机行业第一个三分频全景声系统。好啊，其实三分频的声学技术应用呢也比较的广泛，比如说在录影棚啊，在演播室，还有在高端的家庭影院啊，甚至大家现在所在的 IMAX 厅。拥有三分频的技术不难，但是真正的挑战呢往往在于如何设计它和巧妙的布局。我们这次呢创新的采用了分布式的架构，从头到尾足足布局了八个单元，当然我们也申请了专利。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屏幕的两侧啊，屏幕的两侧我们采用了四颗全对称布局的高音单元，所以呢无论是你横屏观影还是竖屏观影，都可以营造出美妙的立体声场。那说到中频，中频呢包括了大部分的乐器和人声的频率，是音频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这次呢选用了一个独立的20瓦的中音单元，并且将它巧妙的内置在升降杆的顶部啊，我们直接把声音打向了天空，带来更加广阔的声场体验。那低音单元呢其实同样的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选用了一个4英寸超薄的20瓦低音单元，还有两个超大面积的无源辐射器，将它呢布局在底座。同时我们的地面还可以为低音提供更好的反射和传播的条件，无论是增强低音的体感啊，比如说你在电影中有激烈的枪战声，或者呢是在演唱会中你听到了这种架子鼓声，都会在这种强悍的低音加持下变得更加的震撼有力。所以总的来说，三分频的声学技术相比行业传统的声学技术，它会拥有更加精准的声音还原，专门的单元呢会负责专门的频段，低音深沉有力，中音饱满清晰，高音细腻明亮。另外呢它还拥有更加出色的音质平衡，我们通过独立精确的调节不同频段上的声音，使得声音呢在各个频率上表现得更加和谐还有自然。另外呢我们还有更加立体的听觉体验，就像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不同的乐器的声音在空间中的定位会更加的准确，以获得更沉浸的听感。另外呢我们在满足用户多元化音效需求方面，天猫精灵金耳朵实验室携手中国全景声，我们在三分频的声学方案之上精心调教了多种风格化的音效类型。另外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个 AI 的音效开关，打开的那一刻啊，好像就像唤醒了一位音乐大师，
它可以敏锐地捕捉你的每一个使用瞬间，无论呢是在电影中的壮阔场景，还是摇曳在音乐的温柔乡啊，都能够为你带来量身定制的完美音效体验。此外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贴心地增加了一个低音的调节功能。那喜欢低音听感的用户啊，尤其是喜欢这种摇滚乐的用户啊，我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低音带来的冲击力。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天猫精灵是有发布一个新品，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当时呢推出了独创的天空音效，那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所以呢，哇哦闺蜜机自然也完美的支持天空音的声场。那在音乐场景下呢，可以提供更加清澈空灵的声音。那声音的表现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首先是有声的闺蜜机的表现。好，大家记住了刚才这一段的表现吗？那好，下面呢就轮到了我们哇哦闺蜜机的音频表现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觉得还不够啊，确实还不够，所以呢我们又找来了家庭影院，我们再来比划比划。果然啊，还是家庭影院的效果还是非常的震撼的。但是呢，我们哇哦闺蜜机的表现也毫不逊色，大家说对吗？好的，卓越的视听体验背后呢，其实是强大的性能基础作为坚实的后盾。那我们的哇哦闺蜜机呢，采用了6纳米制程工艺的8核处理器，通过内存的融合技术，大量的应用可以实现长时间的后台驻留，有效的增强了多任务的并行处理能力。那为了让我们的性能得以持续的持久的释放，我们这次呢使用了航空铝石墨烯涂层散热片，20000平方毫米的超大散热面积，直接呢让性能有效提升 20%。我们配合智能分区温控技术，更精细化地控制了温度，保证了性能的稳定输出。当然了，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的直观。那配置这么高，性能这么强，真实的表现到底如何呢？所以呢，我们和友商也进行了一场应用启动的友谊赛。啊，我先说一下赛制规则啊，就是谁打开应用的速度越快，我们性能的表现就越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的表现。哇哇，闺蜜机率先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啊，还不够啊，我们再来看一轮。毫无悬念啊，我们的哇哦闺蜜机又是第一。要保证连续剧的连续体验，我们呢更要关注信号的稳定性。哇哦闺蜜机呢支持 WiFi 6 2.4G 5G 双频段，那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带宽、更高的速率和更低的延迟。那在天线设计方面呢，除了我们拥有独立的蓝牙天线，我们呢还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创新环绕式天线架构，完全的实现360度的信号覆盖无死角，并且呢在极限场景的百米拉锯测试中，哇哦闺蜜机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那信号的穿墙测试其实最能体现网络的性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左边呢是一个中国家庭典型的一个户型图，我们呢还模拟还原了家庭摆放闺蜜啊摆放路由器的位置，将它呢摆放在了客厅啊。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把三台闺蜜机一起推到第一个房间，我们一起看看它的表现啊。三台闺蜜机大家的表现都非常的稳定啊，画面的输出也都非常的流畅。好，那我们增加一点难度，我们把三台闺蜜机推到第二个房间，这个时候呢天线需要穿过两堵墙，我们来看看啊，友商 B 的闺蜜机这个时候已经有点卡顿了啊，我们再增加一点点难度啊，我们把这个闺蜜机都推到最远的房间，一起看一看三台的表现啊，直接给了结果，我们友商 B 的闺蜜机这个时候已经休克了，然后友商 A 呢他的闺蜜机现在也有一些卡顿，但是我们的哇哦闺蜜机网络稳定依然稳定的输出，哇哦闺蜜机还是第一。更好的用电体验首先是长续航，9500毫安的大容量电池可以让你周末在家观影8个小时啊不停歇，我们连续听歌呢可以达到48小时不停歇。那为了保持我们电池的健康，我们还在业界常规的设计下额外的增加了一颗专业的电池安全管理芯片，再叠加我们的电池健康管理算法，确保电池安全健康和长寿，让我们的闺蜜机陪你久一点再久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看一看系统体验。精灵 OS 呢是一个致力于打造家庭场景极致体验的智能操作系统，构建它的初衷是从用户的家庭场景出发，我们基于基础的硬件、系统的内核还有智能化的技能高质量的融合，提供软硬一体的智能 OS 体验。那在闺蜜机上呢，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啊，基于我们硬件平台的架构能力，通过众多自研的组件、原子能力以及生态服务相结合，以更好的满足不同家庭场景和家庭成员的个性化产品体验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能为我们提供更自然、更生动、更连贯的智能引擎。有了 RAG 增强型的搜索能力，我们的 AI 助手呢可以提供更加丰富、详细且相关性、时效性更高的搜索结果，特别是在处理复杂问题或多义词的查询表现都非常的不错。那在音色方面呢，我们也利用大模型进行了特征的训练，让合成的语音、语速、语调甚至是情绪的表现都会变得更加的生动啊。今天的现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会来一位大明星对吗？对，好，那我们的天猫精灵见到了大明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听听看。天猫精灵，我在，你说。今天就要见到我喜欢的明星了，需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注意到我？为了让你的明星注意到你，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积极参与活动，例如在需要的时候呼唤他的名字，但要保持礼貌和尊重，不要大喊大叫或做出不适当的行为。怎么样，我们天猫精灵的回复是不是还挺自然生动的？好的，那我们好，那我们呢在智能引擎上同时呢也支持自然多轮对话的能力啊，我们不用重复的唤醒就可以和他持续的交流。另外呢，我们还基于通义大模型实现了所见即可说、自然人交互，还有先前提到的 AI 视效增强的能力，全面的发挥智能引擎的强大内核。那除了语音交互啊，我们还有触控交互、隔空手势、虚拟交互，甚至实体遥控器。诶，喜欢使用传统遥控器的朋友们，我推荐你们啊，使用一下 WOW 蓝牙空鼠遥控器，内置高精度的陀螺仪，一键开启公鼠模式，指哪打哪，得心应手。另外呢，我们还有分屏的功能，一个应用呢会有两个窗口，非常的高效，所以呢可以满足你更多维、更广泛、更高效的使用需求和偏好。另外呢，在极速引擎的方面，我们通过精准的识别场景，全天候的调控后台的任务，可以确保前台的焦点任务高效运行。
那在省电方面呢，有效的将闺蜜机的闲时功耗降低 52.4%， 运行时的功耗会降低到 47.3%， 使用时更敏捷、更持久、更安心。那我们的精灵 OS 呢，还支持影院的模式，还有沉浸场景、半打扰等多种智能模式体验。那充分呢，会营造一个更加沉浸的听歌、观影的体验啊，沉浸声影，沉浸其中。从沉浸声影到家庭多设备智能联动打造的沉浸氛围，那一定离不开天猫精灵的 AIoT 生态能力。它呢，不仅是闺蜜机的核心场景方向，更是构成精灵 OS 的核心能力之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哇哦闺蜜机和全屋智能可以碰撞出哪些幸福感爆棚的场景体验。哇、wow, 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刚刚呢简短的视频演绎其实只是体验的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将正式的推出天猫精灵全新的全屋智能产品方案。我们采用了行业领先的有线 PLC 和无线 Mesh， 组成了稳定连接且无死角覆盖的家庭网络。同时呢，我们借助交互智能和场景智能，进一步的实现一系列刚需又好玩的场景体验。那天猫精灵全屋智能也将正式的面向全国开放招商，10月份呢还会有首家线下的门店盛大的开业，更多居家惊喜的体验敬请关注。哇，闺蜜机啊，刚才介绍了非常多非常多它的功能，对吗？那这么好的产品，把它推进生活里，你会发现啊，全新高自由度的 WOW 生活方式由此打开。周末就想宅在家里好好看一部剧，可以试试使用 WOW 闺蜜机，书房、阳台、浴室、衣帽间，哪里都是你的专属移动影院。我们呢还为大家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全豪省影视内容体验，引入了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多个影视应用，一网打尽，一应俱全。那屏幕是 4K， 内容上呢也聚合了全网最全的 4K 片源，我们还支持多个影视频道，将全网的热门内容一站式送达。想要快人一步获得新剧的信息，那就去新剧日历搜罗头部新剧。另外呢，你在预约了之后呢，还可以及时的提醒你啊，不知道看什么，我吃饭的时候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呢也替你想到了哇哦闺蜜机专属哇哦剧场，24小时陪你看剧。那我们还有多种新老剧的推荐专题，一切呢都尽在梅子专区，应有尽有，爽剧看不停。超全的 4K 剧和内容，超好的视频推荐体验，还有啊，这个地方要划重点了，还有超省钱的会员权益。这次呢我们重磅推出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TV 视频会员权益 N 选一，支持每月免费更换视频平台，领取以后手机、平板、 PC 都可以使用，快乐加倍，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另外啊，我们哇哦闺蜜机也获得了行业首个通过优酷真享 4K 60帧超高清认证的产品。我们呢将继续携手优酷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那有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闺蜜机三分屏全景声系统，其实呢我们还有千万量级的音箱曲库，还有上百种的音乐风格。我们聚合了酷狗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四大音乐平台，我们也聚合了全网最新最热的高音质榜单，从多种的音乐专题也会不间断的更新啊，从个性化的日推到丰富的歌单推荐，
内容都非常的丰满。另外呢，我们还能结合当前的场景和个性化的搜推，生成各种各样的场景歌单。换进歌词的这种功能啊，还能让你喜爱的歌曲灵动起来。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精灵的音乐播放器啊，我们叫它精灵音乐播放器，它还提供了多种高品质的音效选择，让听歌更有你的专属风格。啊，这个板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板块啊。哇，闺蜜机还有麦霸最爱的 K 歌专区，直接呢在27寸的大屏上点歌，千万级的海量曲库随心点播，新歌呢曲库快速上新，我们呢还支持了多种氛围音效，还有 AI 的评分系统，专业又有趣。那这里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款产品，哇哦智能 K 歌麦克风。这款麦克风的颜值非常的高啊，它在设计上呢也和我们闺蜜机云小白晨曦金的配色理念遥相呼应，非常的好看。那除了好看呢，它更好用。这款麦克风和哇哦闺蜜机做了全链路的深度调教，同时麦克风系统级的 DSP 芯片实现了 AI 算法的精准拾音，实时的降噪处理，搭配我们闺蜜机的三分频全景声系统，它的演唱体验直接媲美专业的 K 歌房。另外呢，它还拥有天猫精灵的语音能力，点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2000毫安的电池容量，20个小时的超长续航体验，我们还支持边充边唱，欢唱不停歇。另外呢，我们结合了哇哦闺蜜机的摄像头，在家就能获得专业的健身指导。健身专区呢，包含了上千个丰富的健身内容。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原创 AI 课的算法，通过骨骼识别精准的评估得分，帮助你科学的训练，有效的达到训练效果，美好的线条指日可待。关注闺蜜机的用户啊，很多都是宝爸宝妈，对吗？那么我们呢也非常贴心的为大家提供了哄娃服务。儿童乐园的板块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涵盖了超10万部的儿童视频，多款儿童的益智互动应用，还有小朋友们大爱的头部热门 IP， 孩子们呢看得开心，爸妈更省心。对了，我们还有幻境画廊啊，提供非常丰富的艺术画作，直接呢让家成为移动的艺术画廊，高级感直接拉满。当前呢，我们艺术画廊啊，幻境画廊一共有6大主题，那这些精美好看的壁纸也在不间断的更新，我相信啊，总有一款壁纸是你的心头好。另外，哇哦闺蜜机还有更多更好的场景，还有更多的内容，还有亮眼的功能，我在这里呢也不啰嗦了啊，多留一些神秘感给到大家亲自的体验。还有呢，这里要特别的致谢以上这些全网优秀的内容合作方，带给哇哦闺蜜机更加丰富和极致的内容体验。4K 三分屏，好视听更哇哦啊！让我们的哇哦闺蜜机时刻陪在你的身边，带给你更哇哦的生活惊喜体验。好，今天呢啊也不是空手来的，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惊艳的音箱产品。这款产品呢就是天猫精灵印堂系列新品印堂6。作为印堂6产品线的新一代产品，我们在设计上呢依然沿用了堂系的方形轮廓啊，但是呢在细节上，新的印堂呢体现出了一种化繁为简的极致美感。首先，我们在印堂6上首次采用了高级的金属编织铁网设计，每一张铁网都是由精密的机器编织而成，金属的表面呢以电泳涂装的工艺处理，不仅赋予了印堂6经典复古的个性，更加确保了声音的纯净与通透。印堂6这一次呢还首次引入了全新的五轴激光纹理技术，那这样呢可以让我们音箱的表面呈现出 3D 荔枝的皮纹效果。那这种技术呢不仅增强了我们产品的美观性啊，然后还让拥有了一个皮革的质感。另外呢更在耐用性上超越了传统的真皮和素皮，所以呢也是一种全新的触感体验。我们呢也提供了多种配色供大家挑选啊，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活力四射的菊糖色
啊，还有非常奶萌的奶糖色啊，还有非常酷的黑糖色。我相信呢，总有一款是合你心意的。这次呢，我们在印堂六上的机身还增加了一块小圆屏。啊，大家看到了吗？小圆的屏在左边啊，非常的可爱。那当它每一颗灯珠点亮的时候，其实就像每一座岛屿上的灯塔。所以呢，我们就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啊，叫千岛互动屏。那它到底能带给你什么样惊喜的体验呢？第一大惊喜是印堂六呢也有自己的多款壁纸了。炎炎夏日，来试试印堂六的小风扇壁纸啊，想养小鱼，来试一试小鱼壁纸。怀念经典的游戏啊，你看印堂六的壁纸上还有贪食蛇的小游戏啊，这些呢都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的乐趣等你发掘。第二大惊喜是印堂六也有了自己专属的表情包啊，它经常会忽闪忽闪着大眼睛和你表达谢意，也会像小朋友一样撒娇要抱抱啊，在深夜 emo 的时候，印堂六也会时刻陪在你身边，鼓励你安慰你，和你互道晚安。第三大惊喜呢，是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家庭的温湿度变化了。啊，印堂六搭载了温湿度的传感器，除了我们可以语音查询家里的温湿度以外，我们还可以和 IoT 进行联动，啊，自动的识别温湿度的变化，主动帮你开启空调、加湿器等各种智能设备，实现主动关怀。那印堂六呢，其实还有更多更多多才多艺的功能啊，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还升级了声音博物馆 2.0 屏随声动，我们增加了声纹识别，我们通过识别音色啊，分析不同成员的内容偏好，还有日程小管家，生日、结婚纪念日、小朋友的入学日都会帮你记录好并且实时的提醒啊，我们还有精灵的倒计时钟啊，助眠解压的内容专区，还有月相小夜灯，夜间走动更安全。印堂六这款产品啊，确实是太有料了。终于终于我们要讲讲音质了。得益于极致的架构设计，产品呢拥有 550cc 大容积的音腔，相比上一代我们增加了 23%。啊，我们采用了8045大口径的扬声器，相比上一代的振动面积增加了 68%， 12瓦的额定功率，但是我们的峰值功率高达33瓦，配合导向管的设计，使得我们的低频下潜更深，力度更强。另外呢，我们在算法上也支持响度级的追踪算法和动态音效，有了这些能力的加持，我们的印堂六拥有了澎湃的低音、高能的音质，还有喷泉般的声场。另外呢，我们还获得了 HiRes 的金标认证，还有行业专家的一致好评。那么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前哈曼的高级总监，曾经开发过上百款 JBL 哈曼卡顿音箱的行业专家，一起来听听他啊对我们印堂六的评价。嗨，大家好，我是李胜波，多年来一直从事声学方面的工作，曾经在多家国际公司主持过众多爆款音响产品的声学研发工作，同时呢还是音响行业金耳朵的培训讲师，很高兴能为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天猫精灵音堂六的一些使用感受。当我用天猫精灵音堂六连上 WiFi 和蓝牙分别听了一下之后啊，就立刻被它的声音给迷住了，可能是在设计方面考虑到了 HiRes 认证的要求吧，声音的解析力很高，听一些还有小提琴啊、高频打击乐等成分较多的音乐呢，音色很是清脆透明，在人声表现方面呢，清晰度也很高，如果用它来听听书或者广播剧，给孩子们讲讲故事啊，会感到真人般的甜美和圆润。低频呢还是蛮有力度的，男声啊表现非常的浑厚低沉，虽然没有大型音响那么震撼，但考虑到这么小的音箱身材啊，还是难能可贵了。尺寸虽然小，响度却很大，在客厅和卧室使用呢绰绰有余啊，毕竟有12瓦的功率嘛啊。综合来看呢，这个产品定位呢有这样的音质表现，性价比确实很高。好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藏不住的礼物，天猫精灵印堂六，希望大家喜欢。好，另外呢我们也还有一个礼物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天猫精灵 X6
自五月份上市以来啊，无论是 X6 的外观、音质，还是智能化的表现，其实呢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与大家的点赞啊，我们也非常的感动。那为了回馈大家的喜爱与支持，我们这一次呢推出了一个新的颜色啊，金色霞光。它的设计理念呢来自于初升的太阳，霞光洒满大地，汲取灵感。真金拿在手上，还有一点玫瑰金的感觉，非常的好看。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很多用户会选择 X6 作为礼物送给最珍贵的人，于是呢，我们还特别的准备了这款礼盒版，礼盒内呢还会赠送天猫精灵超级会员半年卡。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的介绍的几款新品，分别是哇哦闺蜜机、天猫精灵印堂6、天猫精灵 X6 金色霞光版和礼盒版，希望大家喜欢。好，那下面呢是大家更为期待的惊喜环节，那到底有多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一台很哇哦的闺蜜机，我推的。可以看电影 4K 的免费看，可以健身，可以让 AI 私教带你健身，可以看动画，边看边长知识，可以 K 歌，在哪里 K 都可以。天猫精灵裱花教程，可以学做菜，动动嘴就能搜菜谱，推到哪里快乐就到哪里。哇哦闺蜜机，屏幕很哇哦，声音很哇哦，内容很哇哦，智能体验很哇哦，4K 三层屏，好视听更哇哦。哇哦，天猫精灵旗下高端品牌。可以听歌，可以身临其境的听歌。哇哦，你推的，我推的。好的，谢谢，感谢各位的认真观看，同时也非常感谢锤西刚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相信通过刚才锤西的分享，也让所有的朋友们对于我们即将改变生活的这份惊喜有了更多的期待。当然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现场同样还有一份重磅期待，那如果说这个期待它有一个名字，直到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来了很多的朋友，那么这个名字它应该是什么呢？好，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向我们的舞台投来了期待的目光，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准备好你们最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让我们共同有请天猫精灵全球品牌代言人周深，欢迎。好，欢迎深深，欢迎。欢迎深深，来有请。大家好。好，那先请我们的深深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也是天猫精灵品牌代言人，大家好。好，欢迎深深。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心情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幸福，因为我一进来，然后歌迷朋友们他们就会说哇哦对对对，所以每次听到这两个字觉得哇好幸福好幸福，很有安全感，很有爱。对，是。所以刚才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深深在跟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提到一个词是哇哦。哇哦，是。那其实今天啊，贯穿我们全场的这一份哇哦，不仅是我们天猫精灵旗下的高端品牌名，同时我相信也是每一个歌迷朋友看到深深心里面的呼声，就是哇哦。谢谢谢谢，对不对？那想问一下深深啊，那在生活当中最近有没有让深深觉得说诶很哇哦的时刻？有很多，因为我觉得哇哦这样的
感慨啊，一般都会出现在感觉到非常幸福，然后感觉到惊喜，或者是感觉到被爱着的感觉。所以我每一次跟我的歌迷朋友们跟生米见面的时候，我每次都会情不自禁的哇，包括最近一直在巡演嘛，然后有看到大家，我的生米们歌迷朋友们他们都在盛装打扮着自己，然后我们一起来去见面，一起去创造美好的记忆，我都会哇。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能够跟歌迷朋友们一起互动的时候，都是我最温暖，然后也是最感受到爱的时刻，也是我最哇哦的时刻。是，所以是一份幸福的双向奔赴的幸福的哇哦。OK， 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可以让我们深深看到之后啊，就觉得诶，我深深认证的哇哦？有很多，就包括像刚才说看到他们盛装打扮，然后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的时候，我都会哇哦。然后看到他们很多好消息的时候，比如像高考啊，或者是在他们很多时候一些比如四六级啊，或者是考研啊，或者各种时刻，然后也看到他们自己在努力拼搏的时候，为一个建造一个更好的自己不停去努力去营造自己的时候，我也会哇哦。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时刻都会同时在鼓舞着我。那非常感谢今天深深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其实在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一个重磅的嘉宾，就在深深的旁边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哇哦闺蜜机。哇哦。那其实我们的深深已经体验过了我们的哇哦闺蜜机了。对。那在使用过它体验过它之后，有没有觉得在她的身上有很值得哇哦的点？我觉得有很多，无论是视听方面，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是陪伴感吧。对对，就看你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陪伴你，比如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去追剧，然后可以听歌，然后包括像刚才看的还可以跟着健身，各种不同的场合。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在我想要唱歌的时候就可以一起 K 歌，对，随时让我去享受音乐，去表达音乐，最重要是去释放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或去享受自己的爱好。我觉得这个陪伴感是很重要的。是，而且呢，其实在最近啊，我们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来自于我们深深的新专《反身代词》里面的嗨，哇，谢谢，真的好好听。谢谢谢谢。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现场啊，也想借此机会来问一下深深，比如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有没有什么灵感迸发、灵机一动的哇哦的时刻？我觉得有很多，包括我们在，因为真的实在有太多，反身代词这张专辑一共是有12首歌，相当于是有12个不同的化身去穿梭到200年后的世界，去以不同的视角去感受生活。所以每一首歌我都觉得很哇哦，尤其当想到要去，这张专辑名字叫反身代词的时候，也是我非常哇哦的时刻。因为一直不知道专辑要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可以更好的代表自己，或者是用音乐去沟通。当想到这个的时候，反身代词它是语言学里面的一个名词，但它代表的也是自己自我的一个角度，就无论你化身成什么样子，最后你还是去寻找那个最喜欢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当时有想好这样利益的时候，跟我们制作人老师，包括我们的词作曲作老师们，我们都会哇，太好了，我们真是太棒了。突然自恋了一下。是，因为确实非常棒，对不对？你们有听过吗？哇塞，谢谢谢谢。哦，我刚刚又哇哦。是，不仅要听，其实我忽然设想了一下，那如果说听着我们深深的反身代词，如果用哇哦闺蜜机去听，双重的哇哦，对不对？哦，那我们要试下这个哇哦，双重哇哦的感觉。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舞台上和我们的深深一起把我们的哇哦闺蜜机推进生活当中。那今天我们的锤西也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身旁的这个哇哦闺蜜机在生活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是的是的啊，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第一大特别呢是我们天猫精灵旗下的高端品牌哇哦第一次和大家面试，对吧？第一次认识大家，非常的激动。那第二大惊喜呢就是我们的深深来到了现场，大家激不激动啊？谢谢谢谢。对，对我来说更大的惊喜，没想到要跟自己的精修图精修图站在一起。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上加好，为大家推出哇哦闺蜜机周身定制版。好的好的，那周身定制版我们到底定制了什么呢？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首先大家看得到的啊，然后我们在机身上有一处深深的签名，大家猜一下在什么地方？大家猜一下它会在哪里？
啊，已经有你都没有猜就说好难猜，已经有了是吗？好，那我转过来，哎，当当，他就在，对，他就在我们闺蜜机啊支撑杆的顶部，我们独立的中音单元的部分啊，这里有出深深的签名。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我是作为歌手，就像在我们哇哦，大家可以看见的喉咙的部分。哇哦，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是的。对的对的，没有错。另外呢，我们的闺蜜机呢也采用了这个创新式的分布架构，尤其是这个独立的中音单元是非常的独特。嗯，所以呢我们也把深深的签名放在最特别的位置啊。谢谢谢谢。独特的位置送给独特的你啊。谢谢谢谢。对，这是第一个啊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看得见的地方还有嘞。好，那我们再转过来。第二个呢可能要麻烦大家看一看大屏幕了。嗯。啊，我们呢还提供了贴纸还有小卡，嗯啊，这个贴纸呢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呢集合了深深之前参加过的非常多精彩的节目，尤其是音乐类的节目啊。谢谢。深深有非常多非常多经典的语录，对吗？对，我今天中午就有学习到啊，关闭客服大门，对吧？客服大门。对，关闭客服大门。对，然后这里有非常多的经典语录都在贴纸上啊，贴纸还有小卡会送给这个深深的歌迷朋友们。谢谢谢谢。好，这个呢是大家看得到的。那紧接着呢我要介绍我们摸得到的、啊哦、摸得到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闺蜜机的这个画面上呢有一个深深的照片，对吗？啊，深深害羞了。没有想到这么近距离要跟他做对比。对，那这个呢是深深的高清的屏保。嗯，那我们不只提供了这一张哦。啊、哦，我们很多张。一张做对比还不够吗？对，一张做对比还不够。对，我们还有啊，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幻境画廊的功能。嗯，对，幻境画廊、啊、深深可以点一下啊，幻境画廊。嗯，对，这里呢我们发现我们除了固有的专区以外，这里还有周深主题。周深主题。对，然后我们提供了非常多非常多深深好看的屏保，大家喜欢吗？哇，深深害羞了。你们喜欢是我最大的哇哦。好的好的，那除了这个屏保以外还有啊，还有重磅的来咯。还有还有，我们在梅斯专区、哦、对，专门有一个周深专区啊。周深专区的内容非常的多，我跟大家念一念啊，一层一层的念了。师傅师傅不要再念了。好，我们有这个非常多精选的这个综艺的画面啊。谢谢。对对，还有啊、深深的音乐综艺啊。谢谢。然后呢还有深深之前有一些晚会的纯享啊，非常好听的那个。哇哦。都放在这里。对。另外呢在这个专区里面我们是会实时上新，就是非常快速第一时间获取信息放在里面、哦、相信大家闺蜜朋友们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全世界最了解我的闺蜜诞生了。对，就在这里了。好啦，以上、哇哦、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哇哦闺蜜机周深定制版，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谢谢谢 谢, 谢, 谢。好，那刚才其实在介绍到周深专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深深可以说是目不转睛，一直在盯着看，对不对？还真是目不转睛，一直在盯着看。对，那如果说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有一个语气助词可以来形容周深专区的美妙，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声音？哇哇，好整齐，好整齐，对不对？好嘹亮，异口同声。那今天想问一下深深啊，嗯，当看到周深专区的时候，自己感受怎么样？我觉得与其说哈，就是说是给生米们的一个福利或是陪伴他的机会，我觉得更是我自己的一个福利。因为以前一直觉得自己作为歌手很幸福，能够用歌声去陪伴他们，而且我也有一句一直特别喜欢说的话，就是无论你在哪儿我都在这。我觉得现在这个闺蜜机再加上周深专区，完全在一直在帮我努力更好的去实现它，就希望可以在大家生活当中无论任何时候需要的时候我都可以陪伴大家，无论你在哪儿我都在这。哇哦，
这个也是一份双向奔赴的爱，对不对？谢谢。好，那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带入了。如果说我设想一下，当我回到家，当我一身疲惫的回到家，打开房门，这个时候我可以看到我的哇哦闺蜜机，我打开周深专区，听着天籁，又可以看到我们深深的美图，我真的觉得太哇哦了，非常哇哦。好，那今天其实除了我们的哇哦闺蜜机之外啊，今天还有一款我们的新品，就是硬糖六，那请我们的深深来一步至我们的中间。好。好，那其实当我们的硬糖六一来到台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颜色。那今天请我们的锤西跟大家来解读一下颜色。啊，好呀好呀，我刚才呢其实有向大家介绍到硬糖六我们有多款颜色，嗯啊，橘糖色、奶糖色，还有酷酷的黑糖色。嗯，那酷酷的黑糖色，对，酷酷的黑色我一定是最酷的那个颜色吧。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推出了一个硬糖六的特别的颜色。嗯，对，这款颜色呢就是蓝沙色。蓝沙色，对，蓝沙色。生米们为什么哇哦？我知道，因为我刚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演出的麦克风，它的名字叫做蓝沙。对，而且刚好蓝色对我来说也是最有情感和最有温暖的颜色，就是我跟歌迷朋友们同频共振的颜色，所以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巧合和美妙的一个缘分。而且刚才在化妆的时候我就先看到了咱们的硬糖六这个颜色，我就在想这个颜色怎么感觉跟我的麦克风的颜色一模一样，就很温暖。是，而且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现场我也看到了非常多蓝色的元素，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爱的奔赴，对不对？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向我们招手，谢谢，包括今天可能正在我们线上直播，谢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应该也在我们的评论互动区当中来进行互动。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非常特别的颜色之外，还有什么特别吗？那在机身上呢，除了蓝色以外，其实还有一处惊喜哦。对，在这儿有一个深深的签名，一个金色的签名，非常的好看。谢谢。对，非常谢谢您对我的签名的夸奖。对，非常的好看。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摸得着的东西啊，一些非常好的礼品啊，深深可以拿一个。对，这个呢是深深的冰箱贴，冰箱贴。然后呢，我们这里还有两张深深的签名小卡。对对对，就感觉是一个小明信片的样子。对对对，非常的实用。嗯，好，谢谢。好，那除了这些呢，其实我们硬糖六的周深定制版还有一个更重磅的特别的功能。嗯，它是什么呢？我们搭载了周深陪伴语音包。哇，对，周深这个陪伴的语音包到底能带你做什么呢？啊，我们啊用一天的时间来回顾一下，比如早晨起床，这个时候我们的深深会为大家问好，起来了 ，Hello， 我是歌手周深，很高兴认识你，期待与你共同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吧。哇，起床气都没有了。哦，这比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听到别人放自己的歌还尴尬。哦，真的吗？很温暖。啊，早上好啊，早上好。然后呢？但是呢，早上醒了好像又完全没醒。早上醒了，哎呦，但是又没醒。对，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好像需要一点点元气。那这个时候深深会为你带来嗨嗨嗨，又是全新的一天，今天的你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千万不要忘记了。深深的大门关上了，真棒啊！今天关上了。好的，那我们还有第三个啊，我们有这个下午时光啊，下午大家好像也是会慢慢的有点犯困，对吗？那下午呢，有时候也我可是听了那两个语音之后一点都不困。哦，是吗？对，我们下午呢还有下午茶时光。对，下午如果有点犯困了，那个，怎么办呢？好，深深老师又来咯。嗨，下午好啊，这里是周深给你带来的暖心问候，忙碌了一上午，累了吧？别忘了给自己片刻的宁静，享受这美好的下午时光，休息一小会儿吧。好好好，哇，不累了，瞬间能量充满了。是的是的。嗯，那好，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很惊喜。好，还有一个。对对，今天的现场有没有过生日的粉丝朋友们呢？哇，真的有啊。真的有吗？
哇，好，今天前两天过的，行，我们四舍五入也算。真的有刚好今天生日的吗？真的有啊，哇、哦，那这个太适合你了，这个真的太适合你了啊！今天特别的礼物送给特别的你，由深深带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最棒的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生日快乐，祝今天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无论哪天生日的你都要记得快乐。哇，太棒了，对不对？此处是不是应该值得一个非常大声的哇？是他们在喊你。对啦，我们除了刚才演绎到的非常经典的这个周深的语音，那我们其实还有非常多啊，弹幕刷起来，这些呢都是深深为大家准备的陪伴语音包啊，非常的爽啊。对对对。另外呢，我们今天全新的新品呢都会搭载我们深深的语音包，希望深深可以时刻陪伴你，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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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那相信有了我们深深的语音陪伴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觉得更加的幸福，每天更加的充实，对不对？是的，是的。可以说一天当中从早上到中午，然后到特殊的时间节点，都可以有深深的陪伴。那刚才其实听完前面的介绍啊，也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当中，可以为大家正式的揭秘了我们的哇哦闺蜜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那作为一个能全家娱乐中心的哇哦闺蜜机，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哇哦一下，好不好？哦，哇哦，哇哦，哦，深深有看到了，天猫精灵全公司为你抢的周深演唱会门票，是哇哦。真的很难抢，谢谢辛苦大家了，真的很爱去，谢谢我会加油的。好，那其实刚才跟大家有分享到了关于我们的哇哦闺蜜机，那也希望可以有很多的朋友在收到了哇哦闺蜜机之后啊，可以在各个的社交媒体来分享一下属于你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多的开启你生活当中的哇哦的时刻。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创作者计划，并且我们的天猫精灵也为发表使用体验的用户准备了惊喜好礼，各位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天猫精灵的官方微博。那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台上啊，我们的新品都会有深深的雷射印刻签名，很漂亮，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发布会的特殊环节，我们想邀请深深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复刻一下这个签名的仪式感，好吗？当然，好的。好，那今天先请我们的深深在我们的哇哦闺蜜机上面来留下自己非常帅气的签名。好的，我们在这里。好，开始签咯。好，我要签名咯，哇一下。谢谢你们，真好。再按一下这个墨水。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再看一个。哎呦，可以了。 OK， 好好，这个时候应该有哇哦，哇、wow, 哦 ，OK， 那接下来也请我们的这个深深来到我们的印堂这边。哇、wow、哦，好，那同样我们签名之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我们的印堂六，耶、yeah, ！你们真的好配合呀，谢谢。好的，谢谢大家。OK，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的深深在我们的现场帮大家来做到了非常多精彩的分享，然后同时呢，也帮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是复刻了一下我们这个签名非常帅气的过程。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你看我声音都得压低一点，就是因为时间关系，那其实我们是要临近尾声了。那深深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其实一直以来给很多的歌迷朋友们带去了非常多的幸福以及小美满。那今天深深有什么想对大家来说的吗？
我觉得肯定最想先说的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能够让我去感觉自己去一步一步的去接近自己的梦想。但是大家也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们也时时刻刻都在发着光，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像小美满那首歌一样，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是一切美好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小美满是最适合送给大家的。你们会唱这首歌吗？哇哦，那我可以就是让你们帮我唱吗？我们试一下好不好？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没道理，我是不是唱错词儿？果然大家更会唱。哇哦，我们直接唱副歌吧。你看小狗在叫，声也会笑，风声在你那，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单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哇，谢谢，好好爱自己一定是非常棒的答案，大家去试一试吧。谢谢大家，谢谢，再次谢谢我们非常浪漫的深深，谢谢，也很开心能够和天猫精灵时时刻刻陪伴大家，无论你在哪我都在这儿，谢谢大家，辛苦了。好的，谢谢，保你个头啊。我立马回去补录一个，保你个头，保你个头。好，谢谢，再次感谢今天深深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精彩和动听的分享。谢谢那稍事休息好不好？谢谢深深，谢谢您，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谢谢，拜拜。谢谢深深给我们带来最好的陪伴，谢谢您。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在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的观看和支持的同时，我们接下来精彩还在继续当中，让我们共同把接下来的舞台交给垂熙，有请。哇，谢谢。哇，刚才的环节是不是非常的惊喜？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更加激动人心的价格发布环节。首先呢是哇哦闺蜜机啊，希望大家继续记住她的神仙颜值、居家美观、优雅大方。那容我呢再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哇哦闺蜜机的特点啊，它拥有视听双绝的 4K 超清护眼原色屏和行业首创的三分屏全景声系统，为你呢提供更具沉浸感、更享受的视听体验。那它呢还有强大的内核性能和算法的专业能力，让体验更丝滑、更流畅。另外呢，它还拥有打造家庭场景极致体验的智能操作系统吉尼 OS 7.0， 让闺蜜机充分发挥它的灵活和陪伴，让带你的体验更多场景，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三个版本，8+128、8+256高配版和同样是8+256的周深定制版。啊，定制版内我们包括了机身签名、贴纸小卡，还有刚刚有介绍到的各种定制的内容。好，那么这三个版本的价格分别是5199、5499、5699。那当然，等等啊！为了回馈今天天猫精灵的粉丝和周深粉丝们的厚爱，那我们8+128版本和周深定制版首销期的价格分别是4999和5499元。另外呢，我们在首销期间更有价值上千元的八大权益，包括了前300名我们会送哇哦智能 K 歌麦克风啊，还有全国免费的上门安装，还有6个月的音乐视频超值权益等等一系列啊。欢迎大家呢也光临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啊线下的顺电门店进行体验。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配件，对吧？刚才大家有听到，哇哦，智能 K 歌麦克风零售价499元，哇哦，蓝牙空鼠遥控器零售价69元啊。和闺蜜机呢，我们组套购买优惠的力度会更加的大。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带给了大家藏不住的礼物，天猫精灵印堂六199元，印堂六周身礼盒版249元。那么今天呢，印堂六也同样带给了大家首销的价格福利，那他们的价格是179元。好，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这个天猫精灵 X6 金色霞光版399元，还有礼盒版469元。那 X6 呢也有首销价格的福利，那它的价格是369元。好，所有的新品呢会将于今天下午5点在天猫、京东、抖音官网全渠道正式开售，欢迎大家选购。最后呢，非常感谢在场的嘉宾、媒体还有粉丝朋友们的莅临，感谢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好的，谢谢，感谢垂西刚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辛苦，请稍作休息。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天猫精灵团队为我们带来充满了惊喜感的高端品牌，哇哦，以及这么多的重磅新品。同样，今天这份感谢呢，也要给所有莅临今天现场的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每一位朋友。我们非常感谢每一位一直以来关心我们天猫精灵的每一位观众。但是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那么我们的活动至此圆满落幕，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同时我们在下城广场设置了体验区，欢迎现场的各位朋友参与打卡体验，期待下次和各位的再相聚，谢谢各位。